近日，有网友曝光了窦骁此前为何超莲二次庆生的视频，直言吃了一晚上狗粮，还称两人完全没有明星架子，是性格超好又非常甜蜜的一对。视频中，何超莲戴着帽子素颜出镜，满脸的胶原蛋白，与窦骁身穿情侣短袖 T 恤，戴着情侣手镯，手捧蛋糕的画面很温馨。窦骁亲自为女友点上生日蜡烛，唱完生日歌后还甜蜜亲吻了何超莲，当众撒狗粮也引得身边的好友跟着起哄，小情侣的爱情太甜了。不过有网友注意到，因为两个人穿的是同款情侣衣，所以何超莲肚子凸起的有些明显，猜测何超莲是不是怀孕了。